你看我三十多岁了，从小看，好好好好,好好好，有没有那个在在在爸爸的那个爸爸的那个那个睾丸里面就看过我了？你还是个金虫的时候就看过我了嘛，对不对？馆长，我在我爸的那个我还是条金虫的时候呢，我爸都在看你直播了，我在他的睾丸里面，他妈我就听到了，有没有？ 在我妈的肚子里面就开始看，我在我妈的肚子里面，我就还没秃头，你他妈一直秃，是秃林你爱鸡巴了，他妈哪里秃了？阿管只看到不是民进党的吴心带，看不到赖清德、陈吉迈、林佳龙对我的肯定。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给我肯定，好不好？我也没有说他们不好，好不好？哦，他他们没有来啊。 没有来找我、啊，我只知道我现在被民进党 K 的很惨、啊、他们不敢来找我啊，就连高嘉瑜、王世坚，我发通告他们都不敢来啊。所以你跟我讲赖清德、陈其迈，我懂他们的、啊、林佳龙，我我不是啊，他们可以来啊，他们为什么？他们可以来啊，可是现在没有嘛，就一直啊 t a k e 我啊，好像他妈的。 就一直打我、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！你问他们嘛，你不应该来问我嘛？你应该问民进党说，为什么馆长这么支持民进党？现在只是要你们检讨，还有要你们，要你们，要你们不要那么黑帮哦！要你们修个法，对人民有益的东西，为什么你他妈的都一直扒的对付馆长？整天新闻铺天盖地，整天车衣铺天盖地，一定要说我公司是黑帮。对了啦，跟大家讲一个法律哦，最后啦，好十一点半了。 我再打一个法律，我发现真的啦，哦，我发现这個、这个吴医生哦、喔，就是我告的这个人嘛，他又在那边乱讲。吴医生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打的话，我们都会给法官看。你打这个话，只是你在法院开庭更不利而已。哦，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，我去吴忠县这一庭学的。 学的一个最重要。之后当然我也遇到同样的事情，我就不会这样讲了，因为后面我都不会这样讲。我给大家一个法律概念哦、喔，譬如讲，我说民进党是黑帮，这是我对民进党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反过来说成吉思汗是黑帮，是有前科的黑帮黑道公司，我跟大家讲，那你的答辩是不是会到法院上去，会跟法官说？法官会问你嘛？ 比如讲吴小姐，你有没有说人家公司是黑帮？这时候你会，你一定会反射性，就像反射膝盖一样，就像开一篇冷教会议一样，反射动作你一定会讲。可是馆长啊，他说民进党是黑帮，民进党不是啊。这时候你就落入了，你就是没有法律知识了。但是所有人都会反射出这句话。好，这个道理怎么来的？我跟吴宗宪吵架。 我跟吴宗宪吵架，吴宗宪是骂说网红都是屁，都是都是屁，没有素养，没有什么的？我在法院上，我也是直接跟法官这样讲，法官的意思是说，陈先生，如果你对吴宗宪这一番言论有问题的话，请你另外请律师对他提告。但是今天这个案子是，你为什么骂吴宗宪吃翔的事情？ 那如果他骂你的部分，你再你再告他嘛？意思就是说，我讲民进党怎么样，M 干了一个好狗。他他不是你答辩的理由，各位懂我意思吗？各位你懂我意思吗？那民进党一个政府本来全民都可以质疑他，如果大家质疑政府，就要被告诽谤、被告妨碍名誉。今天我跟各位讲，不是民进党不告我，是因为民进党知道告不成。 你现在喊告，只会被大家堵拦而已。如果没想告得成的东西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。各位懂我意思了吗？是因为他知道告不成。你自己都有新闻了，那么多新闻了，你他妈放黑帮，你去接见黑帮。还有你他妈后面那个有黑道背景的，在总统府、欸，哎，开玩笑，难道我不能说总这帮政府现在被黑道架空吗？你不说人家告我、啊，问题是我也很懂，这个东西告不成。 你以为他不想告我啊？想告的要死啊！告不成啊！你法聊天室里面有没有律师？有没有律师？我讲的对不对？要跟我来这一套。我只能讲了、啊，如果哦，如果这样子，你可以赚到流量，你觉得上法院，然后陪我，然后去走那几趟，然后最终哦成案。 然后判赔，然后你觉得这他的流量有高一点，有一些有一些人会去支持他嘛？讨厌我的人自然会去按他赞嘛？甚至是今天嘛？今天的新闻人家说哦，你对干馆长干得不错，你要出来选内湖的立法委员哦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个新闻？这叫叫做政治红利。所以他们政治人物是非对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自己曝光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他这个策略是成功了。 他现在哎、欸，让人家看到他，他现在也有想要人家提名给他去选内湖的，就是跟高嘉瑜对干的、啊、哦，选内湖的立稳。所以说他们这种人，他们有上下线之分嘛，他们会觉得自己在做对的事情嘛，其实大部分还是为了自己的位置去考量了。所以跟我对着干，有流量啊啊，他如果认为划得来，哦，这个东西慢则一年呐、啊，快的话。 八个月、九个月，结果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八个月、九个月就出来了哦，好不好？民进党有人有谁打吗？我昨天就看到一个政论节目都在讲我了，你去看《政知道》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懒得跟你讲啦。电视台打我就等于民进党打我了。 我我我我我跟你讲一个概念啦，我以前跟民进党很好的时候啦，<coughs> 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啦，我以前跟民进党很好的时候啦。我不知道什么事情的哦，就是新闻乱报，然后报我的是谁，民事跟三立，其他反正没报哦，不知道什么事情，不知道我在骂谁，然后他他也是嘛，去头、哦、去尾、哦、去头、哦，我就打给立委，大家都不要问我哪个立委，我就说干你娘嘞，这里民进党的台，你还在搞写。 下午四点看到的，晚上六点拿掉了，整个拿掉、哦，消失在 YouTube、FB 网站都找不到，全全全砍。我讲这个道理给你听就好了。今天你爱我了，他们连政论节目都不敢讲到我。你去看那个政治道，把我讲的有多惨，大家也不要去看，拜托，不要去看、哦，我不想增加他的流量，拜托，求你们，你们也不要去看那个没有营养啊，没有营养的节目。我只是说，就这样。 他们就是可以完全控制发什么新闻、做什么节目、来宾谁。今天准备干咬唇之远几个？好，大约提高怎么对一下？好上，不然为什么上争论节目都一样，蓝的、绿的都一样，前面都要给稿，都要对一下。今天要讨论什么事情？我们大概要怎么讲？哦，你你你看这样，全部的台啦，只有林北的台没跟人家 read 啦，只有林北的台没在 read 啦。我说这话没有搞。 我旁边也没有读稿机啊，看你你还鸡掰嘞！我顶多桌下有女粉嘛，两三个女粉嘛，现在在我桌子下面嘛，这边有读稿机啦，哈哈哎哎，嗯，好不好？嗯。 我跟你讲啦，我们可以来做无数的辩论，无数的答辩。今天我们要讲道理的时候，你已经看不到馆长哦。用字遣词是很粗鲁的。我这个人可以很粗鲁啦，也可以很温柔啦，也可以很斯文啦，好不好？在床上更是哈。你今天我要扮国王，我就是国王；我今天我要扮奴隶，戴眼罩摇一颗球，我就是奴隶。哈哈，我这个人可塑性蛮高的哦，跟我做爱的有有关系哈。 <laughs> 就是这样啊，什么皮鞭蜡烛的啊，皇后啊，什么女王啊，我都会叫。哈哈，是是是是是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可塑性高。你要跟我辩论，你要跟我讲什么，我都可以跟你讲。我讲了之后，你也完全没有办法反驳，真的没有办法反驳。你说民信党没有对付我，放狗屁啊！他躲哪里搞给啦。新闻都新闻都可以，我跟你讲。 大家可以去看，其实大家比较有心可以去看《晋周刊》，它最厉害，《晋周刊》就很像车意啦，它就是很像三立民事不敢报的东西，就叫《晋周刊》报。《晋周刊》之前要被民进党扶上电视台，后来舆论太大被打下来，大家知道吗？《晋周刊》《晋周刊》见电视嘛，它就是民进党的，所以你会看到哦，雅虎像东森像 TVP，他们有时候会转述新闻，因为同业嘛。 结果你看他的，你点进去之后，他会有一个下面有一个谁提供，或者是转述哪一个媒体。大部分你看骂阿管的哦，大部分都是《镜周刊》。啊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出事了之后，你要告媒体的时候，这不关我们的事。哎、欸，不是我们三立民事啊，三立民事比较大台嘛。你不要说我们党政军嘛，他、啊、就是像小周刊《镜周刊》写的，你去告他，你去告他。所以大家仔细看他们的操作，你们不懂没关系。 馆长，明天馆长日后一步一步来教大家，他们怎么操作的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原因是什么？哦、这个我很熟，懂了吗？哎、欸，我没有骂你哦，这不是我们哦，不是民进党哦，是激进党的，有没有类似这样？哎、欸，我们电视台没有骂你哦，所以我们截录了《镜周刊》的新闻哦，可是你们爆出来的嘛。 啊！大家人民会想拿一个周刊吗？这就是他们一贯的手法。